这是历史上，这蛤蜊啊，这个就刨菜嘛，就按这个传统就开始了。 60多个马匹，现在买到了，最高是十几万。哇！最低的是，两三万，就这样有多的很，文化传统吧，这是一个。喜欢赛马。那个牧民现在是生活好了，十几万买一匹马，这个马赛除了赛马还有其他的用处吗？其他没有用处。就是赛马。只能这个参加赛马节。参加赛马节也。 挣不回来这个钱吧？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习惯嘛，这些都是。不是为了钱，就是因为喜欢赛马。就是不是为了钱。啊，汤婆，你从狗粮啊，汤婆，就听听嘛，他人就都安逸，都光吃汤婆，他那里。 啥肉来两的，咱肉都吃家，猪来两的都咋的？咋的？他就是当个的，就是九年三个的，你怕是没干，都咋上交？哪里就是农办事的都做咋没提咋干的嘞？来来来，你们唱，唱完来，唱的，你再接个，我们去了没？ 啊，他们说干什么？多少？干什么？多少？你们几个叫那些稀奇古怪？你们几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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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们
21岁就开始参加，是吧？哦，每年都打第一名。今天中了多少枪啊？喂，good，那没的啊，可真是。今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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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
走了嘛，以后在他的用嘛那个枪。嗯，这个枪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以前是不是用来打动物的？就是。现在还打不打了？不打了。哦。用只能就比赛用嘛，每年都赛马节的时候再比赛用一次嘛。这个枪叫你们藏语怎么说呀？那我们藏语叫庞大。叫什么？庞大。庞大，庞大就是藏枪嘛。藏枪。就是庞大。Thank you.